给大家来个可乐神器啊，我喝成功了，给我一个双击加工证。今天做了个黑色的包子，如果我一口秒进去，如果秒成功了，大家给我个双击啊，秒个这个大的。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彩色水母娘。据说这个视频给我双击的人啊，9月份都会很幸运，你们可以试一下啊。满满的墨汁，双击666。老铁们，今天来一个油炸大虾啊！如果炸成功的话，进来的朋友给个双击啊！对，油放大虾啊！下个视频快点送啊！双击评论666。我妈哎，上次炸一次吓死，哇一个劲！下次今天我来补一补啊！刚出炉的烤白肉，被馋到的宝宝记得给我留颗爱心，谢谢。朋友们，看这一盘子，馋了、饿了、流口水了，就来个双击，这猪膝盖。都煮化了，看这口感。刚酱好的排骨。太爽了。烫，烫嘴。不烫嘴烫哪儿啊？进来的都是董事长，就算现在不是董事长，以后也是个 CEO 啊！喜欢的朋友给个双击评论666啊！要啥双击啊？老铁给双击的，给双击的，500双击。全给我塞进去！哇靠！政策推动，智能交通的政策发展离不开政策的全新使用。交通运输信息化、13/5发展规划系统，
当街。